飲茶澳門人就飲得多啦，食你又有冇食過啊？喺澳門茶飲界經過咗幾番嘅洗禮之後，琴 happy 龍公花木林等等各式大牌相繼退場之後咧，仍然屹立不倒嘅就成為咗澳門茶飲界嘅中流砥柱啦。呢間喺三盞燈油新開咗一間分店嘅食茶，你一望佢哋個裝修，擺明係抄香港地鐵站啦。而佢哋嘅茶嘅包裝，成個尿袋咁款啊！奶媽充電嗰只，佢哋主打嘅就係新鮮水果茶。點為之新鮮？就係佢原隻生果懟咗入去啲茶之後咧，再加啲啲糖咧，就唔會再加其他嗰啲咩人造添加物噶啦。呢包巴洛金桔檸檬白香果茶，佢除咗呢個巴洛金桔檸檬係原隻懟入去之外，佢嘅白香果都係即開即刻挖啲核入去，唔係罐頭嘢嚟噶。佢爭在未抌埋個殼入去嘅啫。你將個尿袋打開，懟條管落去，除咗滿滿嘅水果茶之外，入邊都充滿曬檸檬核。系啊，好多柠檬核啊，饮咗入去我要掠翻佢出嚟，然之后百香果嘅核咧，我又要食落去噶。霎时之间我就觉得自己好似一台喺流水线上面嘅筛选机器一样，用我灵活嘅舌头去分辨边一粒食得。除咗呢点麻烦啲之外咧，呢包水果茶系冇得顶噶。青柠酸、百香果香、金桔结巴洛甜，相当之多层次。另一款我中意嘅咧，反而唔系水果茶嚟噶，而系呢个日式宇治抹茶布丁鲜奶。抹茶咧，其实就唔系主打甜嘅，系有少少抹茶苦嘅味道先至最正。些微嘅沙沙火粒咁，再加埋鲜奶嘅厚度，搭配埋顺滑有微甜嘅布丁，系啊，我咁就满足噶啦。我啊唔系话佢呢个茶有几咁惊为天人咁好饮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澳门其中一间茶饮界的中流砥柱，是我印象比较好的一间来的。咦，今天我的货就得这么多了，下次再跟大家找一些中流砥柱茶饮啦。招数名3:30食堂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简单注册就可以取得众多餐厅的优惠，还不快点扫码。